您一定想不到，一家常在闹市的小摊，竟把小时候人人都不爱吃的麻辣土豆片，是做出了新的花样跟高度。据说很多吃货都是被他迷人的身姿以及诱人的体香吸引而来，所以生意太好，每天都能够卖掉 0.5 吨的土豆，因此老板也就很快过上了朴实无华的土豪生活。那么一款小小的麻辣土豆片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奥妙跟玄机？下一步将会用详细教程为您一一分解。那首先是准备两斤优质的高山黄皮或者红皮黄心土豆，此类型的土豆粗糙，说明其淀粉含量越高。接着将土豆去掉外衣过后进行改刀切片，土豆片的厚度尽量保持在2到3毫米为最佳，如果刀工优势可以的朋友可以保持在2毫米。切好过后将土豆片快速的放入清水当中进行浸泡，这样一是能够清洗掉表面的土豆淀粉，二是浸泡能够防止土豆氧化变黑变色，经过清水透析出来的土豆片制作出来的成品更加干净，卖相更好。下一步准备一锅开水，水烧开过后下入准备好的土豆片，接着将土豆进行穿烫个30秒钟左右，也就是让土豆片的白心完全消失即可。然后将土豆片快速的过滤捞出，放入凉水当中进行降温，这样能够防止余温改变土豆脆弱的质地而影响口感。将土豆完全冷却定型，并且用手将土豆片轻轻一掰，呈脆性，而不是呈粉烂为合格标准。然后将土豆片过滤捞出，放入托盘当中。炒入玉米淀粉20克，玉米淀粉的特性能够赋予土豆片表面的起酥层更加的脆性，更加的金黄。接着翻拌均匀，让每一片土豆片都能够均匀的包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。下一步准备制作炸土豆的香油，先在锅里面加入宽油菜籽油，菜籽油能够赋予土豆独特的香味跟色泽，所以是炸土豆的不二选油。然后在油里面加入少许葱姜香菜段洋葱丝，开小火慢炸，充分的炸出料头香味，同时吸收一股淡淡的蔬果香味过后，能够减轻油的腻感，让炸出来的土豆油而不腻。将料渣炸至金黄焦香过后，过滤捞出，接着继续将油温升至5成热，然后将土豆下油锅进行第一次清炸。下油锅的时候，尽量将土豆片分开下，这样能够防止粘连成坨。下油锅过后，同样也不要急着翻拌，等土豆片炸至微微定型过后再进行轻轻推动。第一次的低温清炸主要是为了炸出土豆的多余水分，并且让土豆炸至定型。同时将土豆炸至成熟，然后将土豆片过滤捞出，如果作为三用可以将土豆片大量的制作成吃不住的半成品，由此来提升出餐的速度跟效率。炸好的土豆以表皮微微起酥起泡即可，接着继续将油温升至200度，油温200度过后将土豆片下锅进行复炸，分两次炸出来的土豆会更酥更脆，而且也不会炸糊。接着将土豆片进行翻面，让每一个面都能够被充分均匀的受热，然后继续清炸，只是将土豆片完全炸干水分，炸至金黄焦香即可。将土豆片炸至金黄焦香过后，迅速过滤捞出。炸好的土豆干脆，再来听一下土豆片的脆响声。下一步在油锅里面加入干炒甜椒30克，用一只做奇香无比的刀口辣椒，然后用小火慢炸，充分的炸出辣椒香味，并且将辣椒炸至干脆。同时更重要的是，在小火慢炸的过程当中，以充分的逼走辣椒的糟辣味，给辣椒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，从而让辣椒达到吃了过后不容易上火的核心目的。将辣椒炸至焦香，表皮开始微微变色变黑的时候，迅速过滤捞出。此步骤一定不能将辣椒炸过，否则就会发苦。接着用刀将辣椒压碎，再用刀将辣椒炸碎，将辣椒炸成中粗的状态即可，这样香味会更加的浓郁厚重。下一步在碗里面加入干二斤小辣椒粉15克，用于增香；十柱红辣椒粉15克，用于增色；熟白芝麻10克。再将所有材料拌匀，拌匀过后加入2勺200度的菜籽油，然后再次拌匀，使其充分均匀的受热。接着再加入2勺160度的菜籽油，分2次浇油，充分彻底的激发出辣椒的香味跟色泽。再次拌匀过后进行调味。调完味过后，将调味料拌匀。然后将麻辣香香的调味料放入炸好的土豆片当中，加入准备好的刀口辣椒，少许的折耳根，少许香菜，少许葱花，然后将土豆片翻拌均匀。随着翻拌，所有的香味更是得到彻底的激活跟释放。展示那么一款香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麻辣土豆片正式制作完成。同时我相信如此缜密详细硬核的制作教程，一定能够感动到不少看客，早已为主播送上一颗免费的大大红心，予以支持跟今后的鼓励。
成品的麻辣土豆片凭借着美妙的身姿以及诱人独特的体香，早已馋的主播跟屏幕前您一样，口水已经偷偷咽了好几次。来上一口，酥脆而化渣，随之而来的是土豆的强烈酥香，还有各种调味料以及辅料组合成的独特复合性香气，所以让这该死的小香味每嚼一口都会直冲脑门。那么最后这款麻辣土豆片的味道就一个字形容，绝。